上货，老铁们看啊，17秒都没有到啊，就上。兄弟们，发现一条土鲤鱼，看到没有？可能有半斤左右，不知道能不能够抓住。来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待会儿边发现的啊，这个啥东西啊？得用铁锹给撬出来。啊，哎，我是这个大。啊，如果你第一次见的啊，双击加关注啊，看我刚才直播，我这个大的。哇，谁干警察啊？告给我，回来上我，上我。兄弟们，河水刚退潮，洞里发现一条鱼啊，看看是什么鱼？一条小鲤鱼啊，咱们给它放生啊，希望大家年年有余。今天不要双击了，因为特别费电。如果方便的话，给个爱心就行了，感谢大家。暴户了啊，看这叫暴户，上鱼，看多不多，我在这块踢白条呢。红虾米挂青丘，暴户了啊，看这叫暴户，上鱼，看多不多，我在这块踢白条呢。高飞留下了伤心的人儿，还想着过去的美，体会现在的悲，谁的给我啊，看有没有鱼啊，有鱼来个刷机来关注直播间啊，万水千山总是水啊，来啊，我拉不起来了，我操，多少条，我去拉不起来了，兄弟们，哇啊，用力又跑了一条、哎、打到外面去，拉不起来了，兄弟们鱼啊，有鱼简直发疯了！哇！哎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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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找拉车啊，万一鱼跑了，你再往后边弄点，对，你们钓鱼时把腿劈开，你这鱼比如说一跑八你都得磕着呢，每一条都得30家呀。